好，所以好，那我们看下一章。那这个就是，这是我从别人的书上抓下来的，它的单位是英尺，它就是那个半个月最大潮差的，它把它画出来一个图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台湾哈，这基隆大概是4英尺，这高雄大概只有2英尺，就是潮差，就是最高点最低哈，大概只有2英尺。你看看这个新竹、台中这个地方可以到达14英尺，那福建这边更大，可以18、20。我潮差这么大，台湾这么小，可是这边的潮差变化竟然会变化的这么大。那看韩国这边也是蛮大的，那只是这边就很小。老师，你说那个线事实上就像等高线。哎，对，等高线，就等直线，等高线。我把高度相同，把它连成一条线，就这样。我看下一张。那我这一张是什么东西？这一张是我把基隆从1985年到1996年每天，它每天是早期是每天只观测一小时，只观测一笔资料，把那一笔资料把它24笔，一天24笔把它加起来，平均当作一个数字，当作一个点，然后我再从这里1985年一直画到1996年，画了10几年资料，然后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变化。所以这个是日平均潮位，日平均潮位就是一天24笔，把它平均当成一笔资料，那画出来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在代表什么意义呢？你看，表示说我们平均的潮位是一直在变动的，那变动是有规律的。我们看看哈，在年跟年中间，这个算冬天了、啊，冬天的是水位是比较低的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夏天的，夏天水位比较高。那夏天跟冬天的水位差了，你看从100，这个大概80，差20公里，基隆。那我们看看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这样子？看下一张，这张是高雄，同样也有这种现象。好，再看下一张，这张是奥迪港，奥迪港就是那个岩鸟北边一点点的新港海鲜。那个港里面，奥迪港。那这个奥迪港是我也是从1895年画到，因为我要做比较，所以也是从1895年画到1999。其实他很早就有资料，他在1980年就开始观测了。为什么这个地方1980年开始观测？因为合适，也就是说1980年之前，合适已经定案了。也就是说，GE 公司已经有把钱给某些人了，所以再反也没有用，大家钱大家都拿了，全部都拿，只有人反的人没有拿。这是1980年就开始做，他们就开始观测，不光是做海的观测，也做气象的观测，全部都有做。这个就是环境影响评估了，其实是有做的，有做的。好，你看奥迪同样也有这样一个现象。我们看下一张。那这一张是什么呢？我把农历的第三个月份，因为我们通常会说潮汐是跟农历有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把农历的资料拿出来做一做看看。我从台中港从1987年做一到1995年，我把那一年啊，农历三月份，因为我为什么写第三月份？因为这高龄庆祝嘛，哈，19年庆祝，所以有时候一年可能有13个月，啊，所以我就把从第一个月一直，如果说他有闰七月，那就是他就是第八月，好，我这样画，所以我把农历的第三个月会把它拿出来，从3月1号一直画到30天，因为他有时候可能29天啊，有的30天啊，不管他，反正就画30天，来看看。这么多年，从1987年到1995年，我把它画出来。各位看，非常有规律性。即使在不同的年，只要它农历在同一个月份、同一天，它的图形就是一样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个就是很，其实就可以依报，我把这些
的图形把它平均变成一条线，那我也不要去上网去查什么什么什么潮湿潮高、啊、我就用这张图就好了，好，这样就很简单了。这是台中港，那我们注意看它采用的潮差多少，这180负180，潮差差不多4米，有时候会到5米半，这个月大概是到4米，西半边的很惨，看下一张上下船会很惨。那这一张是新竹南寮的高低潮湿分布，这张在讲什么东西呢？我从1994年做到1998年，这四年的资料，然后我看它是农历这个一天，我看它农历是几号。假设它是农历11号啊，11月11号，那我看它如果说它是满潮，我就打一个圈圈；好、啊，如果是干潮，我就打一个叉叉。那这个新竹刚好一天是两高两低、啊、所以我就一天可以打两个圈圈，两个叉叉，两个高的点，两个低的点，这样子。然后把它画出来，会变成这样一个现象。那因为，农历是有29天，有30天，所以这个会有一个 range， 有一个差了哈、哦。这个差在大概正负一小时的差，所以其实，还是可以用。那这个在讲什么东西？也就是说，只要农历的头一天，它这个、哦、比如说。干潮时间大概，这比如说这一天，它干潮时间大概就是这一点啊，正负大概一个小时，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这是早期没有我们没有不懂数学的时候，那、啊、就用这样子填统计，画一画就可以这样画出这样的、啊。再下一张，那这一张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知道。我用刚才我们用新竹来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看刚才那个农历初一的时间，大概都差不多，蛮准的，误差蛮小的。那我现在把农历初一哈，我现在怎么做呢？把这个91年一直到96年，这几年的，哎，这是93吧？91哈，91到96这几年的资料哈，我用国历，这边是用国历哦，我把只要它是农历的初一，然后看它在国历的第几月份。比如说他在是农历的初一，他在国历的第六月份，我在这里就打一个圈圈，两个圈，两个叉，这样画。我为什么这个地方选国历？就是我要看它有没有季节的变化。虽然实际上是农历初一，但是有可能会有季节变化，对不对？我要来看看它是不是有季节变化。好看，这张是农历的初一，那我知道它在11点左右就是满潮，有没有？晚上也是差不多11点左右，就是满潮。那干潮大概这里哈，大概是5到5点，6点左右。可是我看看基隆，一样啊，我也跟新竹这个资料跟他一样这样子做，可是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答案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满潮的时间了，它在夏天的时候，满潮的时间是比较早的，第一个满潮的时间比较早。第二个满潮时间是比较晚的，这两个是 out of phase， 对吧？完全不一样。基隆跟新竹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差，一样是农历初一，啊，同样是那些同一个时间的资料，可是画出来竟然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。那我们通常我们在那个农民历上面都会用基隆，有没有？用基隆的那个潮湿的。然后去推，那从这里你可以看看，他那个农民历是完全错误的。你看看，我现在我就举这个，你看看，这个是农历初一啊，农历初一在不同的月份，也就是说不同的季节，竟然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呢、啊。譬如说，他说农历初一是基隆是早上10点满潮，可是我跟你看看，这是早上10点没错，可是一到了夏天，他大概8点就满潮。差两个小时，所以他一个表没有办法来表示我这个图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，然后他第二次满潮时间又刚好相反，对吧？嗯，两个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他刚才有给你一部分答案，下课时候问他。好，所以这个蛮好玩的啊、哦。
虽然台湾这么小，可是呢潮汐的变化竟然有那么大的差异。好，我再看下一张。刚才那张是，我用台中港的，我三月份的。我现在用基隆港片画画看。刚才我们这里是这个是负，刚才是负一百八正一百八，有没有？你看这里只有负四十正四十，也就是它那个 range 就是变化很小，而且图形完全不一样，跟刚才那个图形完全不一样。刚才那个图形，不管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，那图形看起来都很像，可是你看这个是这样子，像麦当劳，没有刚刚吃饱，肚子饿，像麦当劳一样。那这个也是奇怪，但是它仍然是有规律的，也就是说，它在不同的年份，只要是农历的头一天，它的图形都差不多的，有没有？图形还是很像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把它平均画出一条线。意思是，它会有基隆港会有这样的混合波，跟上次那刚刚那个图表，是因为它在潮流汇聚地，因为海峡跟太平洋的汇聚造成。它这个主要是地形跟深度，我等一下后面会讲。因为它很怪，它混合波耶。但是混合了，对，好聪明的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这是混合波没错，这是完全正确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再看下一张。我们再来一样，我现在是看基隆港，因为基隆港比较怪，我们还是来选择看基隆港。那这个是这张是讲什么呢？就是1992年，我随便炒一年啊，这个年份不要理它。我主要是说这一年的农历的初一，其实我每天都有做，我只是把初一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。它这同样是农历初一，但是他们那个潮汐那个波形是完全不一样，但是仍然有一点规律哦。看，我给你看看一个规律什么东西。我们来看一月份好了，你看这个低潮，这个干潮跟这个干潮，第一个干潮，第二个干潮，这两个会有变哦。你看，等一下我看这个月份，这个会慢慢往上爬，这个是越来越往下，有没有？看这一点，看这一点，这一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再慢慢往下，看到没有？可能又反转，半年又反转。半年又完全完整了，第二个也是一样，现在慢慢越来越深，然后又回去了，一样是农历初一，可是它水位变化竟然是有很大的变化。譬如说，我人在站在这个时间看，我这个水位降到这么低啊，可是我如果站在这个月份，同样啊，一样是早上四点啊，早上三点啊，三点多快四点了。可是为什么水位差那么多？一样是农历初一，水位就有那么大。再看下一张，这个就是我画16天了，画16天，这一张图没有，这是我的第一版才有，已经被我删掉了。总是要留一手啊，这是第二版，第一版比较珍贵，这是第一版的，第一版的，我买的不晓得是第一版的，不好意思，我别扯了，当作下卖菜，这是农历初一，一月份、四月份、七月份、十月份，然后看看啊，这一个一月份跟十月份。不是，这是一月份对，四月份跟十月份，图形是比较像的，这个还是有一点变化了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，请进。这是高雄港，刚才是讲基隆港，我们现在看高雄港。高雄港的潮差也是很小，这个量，它是宝宝这个。好，这个是一样是农历的第三个月份啊。那你们看看这个一号这一天，我看看这几天好了，这几天，七号、八号、九号、
看看怎么。一天只有一个高，一个两，一个高，一个低，一个高，一个低。就是两高两低啊，两个高两个低啊，对吧？可是这几天只有一个高一个低。就算在不同的年份，只要它在农历的12月份，都会有同样的现象。不是每一个地方，这个很奇妙。对啊，不是两高两低。那课本讲的通常都是一个一般性的概念，好、哦，这个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们没有做过这些资料，所以不晓得。我以前还没有做之前，我也是以为是两高两低，可是我做了资料越做越奇怪，而且不得已就把它写成书了。好、哦，各位看看这样多奇怪，你看这几天也是一样。对啊。啊，有时候又不是，有时候又两高两低。是蛮好玩的。同样，我也把它平均画成一条线，就是各位在书的最后面，你就查表就好了，也不要上网去找，你在查表，你看哪一天，只要查表就可以，查图了，查图就可以知道当天的水位变化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张，这张是什么？奥迪，你看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多奇妙，这张多奇妙。它水位竟然没有什么变化，所以气象局要预报，满潮跟干潮的时候啊，我不晓得它那个点要怎么写几点是满潮，写不出来。好，你看这个，你看水位都几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水位没有太大的变化。这是奥迪渔港。再看下一张。那讲了半天，我们就像台中来讲，他就当天不管第一个或第二个，那个图形都蛮接近的。那这个就有点像这样一个图。我是把它夸张化，假设这个是月球或太阳的这个方向，引力的方向。那么假设这是地球。那假设这是水体，当然这是画得太夸张了，其实只有一点点，因为半径6000多吧，这个水位可以多高，就有三十公里而已，啊，所以把它画得很大。那看看我从这地球是这样子绕，好，这轴在这边哈，它这样子绕，所以这边的水位是这样子，来到这边水位就变小，对不对？然后来到这边又变高，到后面的时候又变小，所以一天就两高两低，这是非常典型的，就这样子。这样两高两低就很清楚了。这里水位在这边，然后绕了90度，又在这个这一边，就靠最靠近这一边，它水位就变小了嘛，因为引力在那个方向。然后这里又回来，这边跟这边是一样高的，回去，所以就是跟台中那个是非常接近。我们看下一张。那么这一张是在什么？假设我引力的方向是这一边。那我这个轴在这边哦，这是我轴在这边。假设我人站在这边，我在这里绕一圈，对吧？它水位在这里是最大，对不对？来到这边是最小，慢慢变小，来到这里小，然后转回来，所以这边只有一个满潮，一个干潮，怎么样？再讲一下，这个轴在这边，那引力的方向是这边，所以在这边绕了半天，还是在月球。在引力拉的那个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半面，所以这个大到这边是最小，这绕一圈，这只有一个。那刚才讲是这些像这样子的，好，这边然后在这里小，在这里大，再变小，再变回来大，所以像这样子半日长就行。那像这个就是刚才这位先生讲的混合场，那实在是 profit 限制。对，你看这个是在什么？它是小的，小的。然后这边也会稍微大一点，然后这就一个，你看同样是这一边跟这一边是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，两边是不一样，所以它是两种混合在一起。这个是就单纯从这个引力的方向跟地球水体这个来看，我们来看下一张。那这个是我在如果说在不同的季节，因为我知道白道面。跟赤道面有一个夹角，这夹角不是很大，但是像
那个太阳那个好、哦、滑道面也是跟赤道面有一个夹角、哦、那个两个加起来就蛮大，一个是23.5度，那这个在7-8度，加起来就是很大。那我现在假设两个都在同一个方向的时候，哦，假设这个是夏天，这个是在冬天，然后假设，那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，然后它这个图形就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在春分、秋分的时候，大概就这样子，大变小，这大，这两边都一样大，就是那，就是很标准的那个两个半日长。那我假设引力在这个方向，好，然后这个是小，这个更小，再变大。所以是一个大一个小，是混合场。好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所以这个刚好相反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基隆那个半年以后，它会有刚好相反的，哎，就是这个东西，不小心泄露天机。好了，再下一张。最后的话说，是因为基隆会有混合波的关系，是因为它刚好纬度刚好就在纬度，啊，纬度有跟竹尾差不多，为什么两个差异那么大？哦，主要就是那个地形跟深度的关系，我等一下会再讲，好，再忍耐一下，来。然后这一章是在讲什么呢？曾经有一个学校老师，地球科学老师，他就出一个考题，他说，考学生，他说，硕的影响比较大，还是旺的影响比较大？啊，就他的答案是旺啊，可是我想不对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就实际把资料拿来做做看。好，我现在这个我怎么做呢？我把1993年、1994、1995、1996，我用新竹，为什么用新竹？因为新竹是比较标准的那个半日场，是比较好做。那我怎么做呢？我把那个每天的潮差，最高点最低啊，就用电脑去做一下就做出来，稍微解一下就好。把最高点最低就是它的潮差，我把每天不是有一个潮差吗？把它画出来，画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，我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变化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这一，我这里写的是农历的1月1号、2月1号、3月1号、4月1号，这两个三月哦，所以这是闰三月，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、1月、1月、2月这样子。我先把它画出来以后，然后再标示我这农历的是到底是朔还是旺。那我看看这个是这个，这大概是这个。那这个所以这个是朔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旺了，这是旺对不对？这是朔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反应，对不对？对哈，对好，勉强让它对好了。要不然我讲不下去。来，这个是朔。老师，你要解释朔跟旺是什么啊？朔初一啊。哎，对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啊。不会啊，我一定知道。沉默并不代表，他不知道，只是他说不定他反对，他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讲这样子。这个台湾人有中国的血统，他的特性就是乱讲，哦，别怪我乱讲。所以他虽然不反对，但是他不会讲。他知道，他也不会讲，这是跟外国人不太一样。外国人马上会举手，大家都举手啊。那我们这种人不会。好，来看看，这个就是朔，有没有？这个旺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里来看，朔的那个潮差比较小，旺的潮差比较大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那个朔的影响比较小，旺的影响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看，我随便再来看一个。从这里看哈，看这个是旺哦，这也是旺哦，这也是旺哦，这是旺哦，这是旺哦，旺，好，看我们看朔哈，朔慢慢增加，变这个，变这个，有没有？也就是说，每隔一段时间哈，换朔的影响比较大，旺的影响比较小，啊，所以我现在看，我就把它。我把这个旺的，把所有旺的点把它连起来，再把朔的点连起来，我们看看下一张。我就把朔把它连起来，旺把它连起来，你看看，哎，蛮有规律性的哦，你看看。嗯。很好吧？这样一线这样。
啊，这个代表什么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有时候我们讲影响在二兽，影响比较大。但这个初级老师他没有，一定是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，所以搞不清楚，胡言乱语。那我现在给你看这个资料是这样子，所以不一定，不一定是受影响后忘的。啊，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我怎么会这样子？所以这时候我就去找资料，去找那个 table 的资料，去看，因为他那个月球绕地球啊，它也不是圆形的，它也是椭圆的。也是有近地点、远地点、啊，所以我去找，我就把月球的近地点画出来，月球的远地点给它画出来，然后你看看有什么变化。这个黑的代表月球的近地点，空心的代表月球的远地点，所以这样答案就很清楚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公告把气球霸改，你看，好，你看这个就是月球的近地点。有没有？所以引力在加大，引力比较大。对了，你看这个为什么？你看这个刚好在两个的中间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自己看？我把它画起来，差不多。所以大概一样大。所以假设月球这个轨道是圆形的话，那就是一样。那个地科老师讲的答案就对了，就也不对，它应该一样大。哦，所以这样很清楚哈。好，再看下一张。那这张在讲什么？气压。这个是哈，我们细的线，这细的线，这两条线哦，细的线是我们预测的，我们气象局自己预测的。然后粗的线呢，是实际观测的资料。那我把实际观测资料减掉预测资料，就变成这样子，变成这样子。哦，跟气压有关。那这一天刚好是什么时候？7月31号。刚好是赫伯台风，赫伯台风刚好经过，使它的水位比平常要多很多，有没有？可以多到100将近200米。那我把当天的气压把它拿出来看，这是当天的气压，有没有？所以很明显，气压对它是有相当大的影响，有没有？刚好相反，有没有？这是赫伯台风经过奥迪港。那我没有用奥迪仪搞的资料，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拿到资料，所以我就用基隆，这个是用基隆的，这个是用基隆的资料，用基隆的资料其实算蛮接近的哈，所以不满意但可接受。这张我们看下一张，那这张是什么？我们刚才都讲用农历的三月份，我现在把用农历的七月份来画，也是这样子画，画一堆，就花姐说，哎，这条线。跟别人不一样，那后来我们就查资料，原来这个是刚好是台风经过，所以它的水位变化就比较大，有没有？啊，如果我要做预测的话，我要把这个资料拿掉，这个资料拿掉，然后再去平均，因为这个并不一定经常发生的嘛，所以这个我要拿掉才能做那个我书后面画的那些图，好看下一张。啊，这张在讲什么？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。我原来的是这样一个图形，那我可以拆成各种不同的散波，但是不同振幅的跟不同相位的振旋波，好，只有这个我还拆成这三个。啊，才有再拆成这三个，这是那个周期不一样，周期不一样。这个是全日潮的周期，这个是半日潮的周期。我在书的最后一页有写这些周期的那个常数是什么。然后我现在举给你看，这三个相加以后就变成这样子。这三个相加以后，这三个相加以后变成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我如果有一段的潮汐资料，我只要用数学方法把它拆成各个不同振幅相位的振旋波，我把这个 T 再延长，时间再延长，有没有？这时间再延长，加起来这个图就出来了。
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好像有点悬哦。来，我再讲一次啊。数学不太好。原来是这样一个各种不同的变异，实际观测的资料。当然，实际观测资料不会这么漂亮，一定会有上下抖动，有一点差，这还要再经过，还要先缩一点手脚，这也不能讲。假设来，我现在做这边，然后把它拆成这边一个很多正弦波，然后我把这个正弦波再延长，每一个正弦波延长，再加回来，这不是图，这个图不是就这样出来了吗？懂不懂？老师，你那个正弦波是不同力的影响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是不同。我就它不同的引力。哎，我在最后一页出了最后一页讲。啊，没有书的人就非常抱歉，就是跟别人 copy， 因为我带不动。哦，那你书上面也会写那个每一个波那个前面符号代表是什么？有，最后一页，各位有最后一页，所有都在这里。再忍耐一下，我回去再慢慢看。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，拿出来看，马上就睡着。这样一个气象局就是这样预测的，好简单。那我是有用结果来去反推了，或是用不是用原因的，用果。来，你再下一张。好了，现在来这样看就非常清楚。这是台湾的地形，这是等深图了哈。你看这里深度可以到3000、4000、5000这么深，有没有？可是这边只有多少？50，这边100嘛，你看基隆才100多一点点，然后这边又2000以上，我这个其实我有平均过了，因为如果不平均，它会变得乱七八糟，那个线会乱七八糟乱画，所以我把这一点跟旁边几个点再做平均，这样画出来这个图就会比较平均化，这是我用Fortran画的。等一下。啊，现在基本上看到 Fortran， 所以我第二版就用 Visual Basic 给画的，第一版是用 Fortran 画，这是第一版的图。好，这是后话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。我这张看就更清楚，这是从 Google 上面抓下来的。你看这里深度就有几千公尺，可是这里只有不到100，对吧？然后我看基隆在这个地方嘛，它从很深的地方跑到很浅的地方。我们这里要先讲一下，就是说。它这个潮波行进的速度是根号 gh， 其实那个已经简化了，就是它那个公式很复杂，反正到最后，啊，西塔接近天井西塔，反正就是到最后就答案就是根号 gh。有空看书就好，读个书，越看越书，不要看。我这里跟大概讲一下，就是它潮波行进的速度是根号 gh。那 G 就是重力加速度 ，H 就是深度，所以越深它跑的速度越快。好，现在假设我这边一个太平洋一个潮波开始引力拉起来，放，它才开始跑，对不对？这个波从这里开始跑，跑到这里速度还是很快。这里速从这里到这里，所以这一段距离，这个从这里到这里，大家那个潮的波形、潮时几乎都一样。可是到这里以后啊。它这个波要怎么走到这里来？它要绕一圈啊，所以它从这里要爬一个坡，爬一个坡了以后变什么？它的深度变浅，对不对？所以速度变慢，到这里又加速，这里又减速，这里又加速，到这里又减速，所以从这里跑到这里要走五个小时，从这里到这里说不定不到几分钟，可是这里跑到这里要跑五个小时，这里跑到这里要。也就是说，它的波行进的速度跟水深有关，跟到 gh 嘛，啊 g 是固定的，那 h 就是深度。你看这边也是三千公尺深的，到这里剩下100多，啊这个彭水呢大概是超100多一点。那么这个张宇还有几？这个这里还有20的，这个台湾滩大概只有20，所以它从这里跑到这里要花5小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农历初一的时候。如果是台东是早上6点，农历初一早上6点满潮，可是到台中是11点才满潮，同样一天，那么台东6点就满潮，但台中
到十一点，差一个字，差怎么差那么多？竟然差了五个小时。所以台东减台中减台东等于小时，这样对不是？以前有一个笑话，什么什么人吃猪啊，猪猪家人，他说就答最后答案人等于猪，哈哈哈哈哈。好，所以你看他这样，主要就是地形造成，还有深度这两个造成台湾竟然有这么大一个变化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张。啊，这个这样讲，这张就稍微复杂啊。这张可能要念过数学才看得懂啊。你忍耐一下啊，有一个人懂就好了。听说有一个人很懂。好，这个在讲什么呢？这个我就是我刚才不是有一张图吗？把它分成各个不同的散播嘛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散播，我给它不同的振幅。这是每不同的振幅，还有相位。那么在像这个就是全日潮的，这样应该这样的，这是全日潮的那个分潮，主要是全日潮的那个分潮，应该这样的，就是说它是一个一天的，这一天的大概二十四小时左右的那个周期，大概二十四小时左右，这个周期大概是半天的。那这个越长代表它全日潮的影响比较大，那这个越长代表它半日潮的影响比较大。那我们先看淡水好了，淡水这个就是半日潮影响比较大，全日潮影响只有这么小。到桃园，我们再看从基隆，先从基隆看哈，基隆它的全日潮影响比较大，这三个加起来比这个还要大，所以表示基隆港是全日潮影响比较大，才会有那种不是一张那个潮汐两一个更高一个低，有没有？我再看下一张，好，这是新竹的，你看也是全日潮影响比较大，啊，这个这是半日潮，对不起，半日潮影响比较大，这是全日潮，半日潮是全日潮。但越往南的时候，这个会慢慢会变得比较长。我们再看下一张，有没有到将军、安平、高雄？你看高雄，高雄为什么有没有三月七号、八号的时候一天只有一个高一个低？就是这个造成的，就是这个造成。这样大概了解了哈。不了解。下面那个横轴的分潮频率是，就是周期的分之一啊，颠倒，把它周期分之一颠倒，周期，所以它的频率都分散在两个点到，对，主要是全这个全日潮跟半就是全日潮影响跟半，这是全日潮影响跟半日潮，我们看看我的最后一张哈，我的最后面这里有写一个 O O I K Y U 啊 M 2 M 2就是这个东西，很久以前就买了，就是那你看那个周期时间大概就一个是十二小时左右，一个是二十四小时左右。好，再看下一张。这是东部的是单潮影响比较大，比前潮稍微大一点。这是台东。再看下一张，那这张就是这个张就是 M2 就是十二小时的那一个周期是十二小时的，然后它的那个我刚刚不讲要画那个赛波吗？好不好？赛波它的振幅哈，在台中大概要一米六一米七，可是到在基隆，你看只有零点二。同样是散播了啊，那个台中港的散播，那个振幅要画大一点，可是基隆那个散播，就是那个振幅画很小，一样是 M2 哈，周期一样的哈，但它的振幅变化很大，那你再整个一堆把它加起来，又再出来答案就完全不一样。这是 M2， 看下一张，
我什么把印度来讲，因为印度是影响是最大的，带来的变化大概1.6、1.8，可是其他的就很小。这是 S two N two 这个变化都很小。那这个 O one K one P one 都是那个全职厂，基本上都没有太大影响。好，再看下一个，这个是相位的，不要理他，再下一个。好。刚才那个比较困难了，就像海南一样，你要跨过一样，那比较太痛苦了。我现在已经跨过来了，现在来看这个比较简单了。好，来看这个，这是1995年的长尾期限。1995，这边空掉一段了，不是被天狗吃掉了，是因为我当时把那个长尾期放在海底，我是用压力死的，那长尾期放在海底，然后结果被一个渔船把它拉动，然后被拉上来，所以答案是错的，所以我把它拿掉了，把它拿掉。但是瑕不掩瑜，我还是可以做的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在讲什么东西。我把1995年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，1995年闰八月，结果我们都还是存活下来，没有死。好了，看看，我就从农历的1995年农历一月份啊。一直画到12月份，然后看这一张画29天，对不对？2月份30天，3月份30天，4月份29天，5月30，6月7月8月，那这个闰八月，这样画出来。哦，我在画了半天在干什么？各位看看哈，这1月1号画30天的哈，我们看看这个大概就是旺的时候，好不好？这是朔。这是上下旋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说，朔跟旺它的那个潮差变化比较大，那上下旋的变化比较小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很清楚啊，这是清楚的。那我们再看看下一张，这是台东的，更明显。台东的，哎，跟刚才不一样哦，有点不一样哦。我身不满意，但可接受。它还是有这种现象嘛？这个比较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小，这个小。好，再下一张。这是基隆港，基隆港看不出来刚才那个现象吗？完全看不出来。蛮好玩的哦。移动嘛。哎，好聪明，这太厉害。哎呀，你们真的这厉害，我移动，我问很多班了，大家都不知道答案。有移动，你看看哈，我现在画一条线，斜的，斜的，对，有没有？这斜，哎，为什么是斜？我们知道这个班子草，刚才那个新竹啊，或者是台东啊，那个都是班子草为主嘛，所以就是它的周期是29.5天。可是基隆哦，它是基隆跟高雄一样是全的草为主。它的周期只有27.3天，然后答案在哪里？快点！所以套到立法上会移动。对，它就这样。为什么要周期会比较短？比较想要看到这些东西算出来有什么作用。他其实都是在做预测啊，做我的这些基础都是要做预测。他工作其实主要就是对啊，那预测，预测什么时候会有雨，还是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做某些渔船不要搁浅，还是适合中共跨海公台？对啊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到南寮要能够进得去啊。答案在41，所以从台中港进来，那就很潮差了。不去看，所以要去。看不懂就问你们的数学老师。这边不知道是西海岸要环岛的时候就比较。那有点 tricky， 就是说它两个那个周期差一点点，这两个波，然后是相加以后，它的包络线就会变，它的包络线周期就会跑出另外一个周期出来，那这个。这个我就随便用两个波，然后给它那个差一点点那个周期，然后加起来用，它的包络性就变成这样一个图形，
变成是27.3天的周期，蛮好玩的。所以基隆是27.3天周期，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到29.5天哦，它下一个周期已经就开始了。所以它就一来一直洗，这样就会这样洗洗洗。像我挖金哈，老师为什么会影响这个周期啊？为什么周期呢？在41页的周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41页。但是你是说那个全日潮跟半日潮，对，它会混合，然后变成对，它这两个，比如说这两个一样是赛波，但是如果说它那个周期差一点点哈，然后去加起来以后，就像共鸣，就像声波共鸣，有一点类似那样，就它那个还是它比较厉害，所以这个外面那个包络线了，就那个周期就会变。就是在答案就在那边了，这个回家作业，这个社长要考试，又要考试，就是考试，就只考这一题。好，这是基隆，再看下一张，这是高雄的，你看高雄一样有这个现象，一样它也是有以全日潮为主，所以它才会有这种现象。那各位看看，你看有没有？刚刚不讲了3月几号，7号、8号，自己看，对吧？他一天整理了，还是这样子，还是蛮好玩的啊。好像老，因为这几天也是这种现象，不是很明显的啊，是的。这是高雄，好，再看下一张。这一张就是我们常常在那个农民历上看到的，农民看到这一半，这个上半部啊，下面没有了。不是太监了，下面有啊，我把下面把它画出来。好，如果有书的人哈，有书的人哈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说歧视没有书的人啊，因为你们来的比较晚。各位，等一下这样看，把书拿起来，这个图啊，拿起来看。哦，你看看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？美女新鲜，没有会跟着看到，没有跟着看不到，看不到不要讲，人家会说你没有会跟，看得到的人再说。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？好，看到蜈蚣，对，聪明的。所以哦，他那个农民历上的画那个图哦，他是这样画，他是画直线，他是画直线。啊，我的图不是直线，因为在点那种电源呀，不是直线的。有没有看到？这也是我用 4chan 画的 ，4chan 就 coplotter 就画出来。4chan 知道吗？没听过，没听过就算了。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是淡水，它就可以这样画。这个在讲什么东西？这个在讲什么东西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就是满潮的时间，它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慢，越慢。但是不是直线的，它是有变化，曲线的变化。淡水可以这样子做，但是基隆就不能这样子做哦。我刚跟你讲过，基隆不行哦，高雄的不行哦，将军的不行，东石还好啦，基隆还有耿坊不行，耿坊我也做过也不行，画不出来，真的画不出来。那我其实我有勉强画了，老师。那个是骗人的，来再看下一张。好，所以这样，钓鱼店都有卖类似这一张表，他没有卖钱的，他就是贴在那个鱼箱的那个里面，然后贴一张做，不要钱。啊，所以淡水是可以这样做哦，淡水是可以这样做，但是基隆不行。再看下一张。基隆就不行了，所以我基隆我就给你这样一个图，我给你13个月的图，你回去如果看哪一天你要去那里干什么，好去查表就好了，现在就出来了，会不会会查吗？这个一定会，这再不会那我就没办法了，今天就白上白讲，我签了做上 APP 才有办法。来看下一张。只是供养。后来刚才不是有说，它的水位没有什么太大变化。OK， 画出来是这样子，看起来像馒头一样。
啊，这几天就还不错，这些就。那讲了半天，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处？讲潮汐讲了半天，到底什么用处？对于我们要看潮流的人，到底要做什么、啊？讲了半天，这才是重点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可以讲大概一下。但这我这个是原则性的问题了、哦、也不完全是正确啊、哦，就是看地点，看地点。譬如说，我在这一点，这一点它的水位啊，不是那个流速差不多是零，小啊，有点小，到这里慢慢增加，到这里最大，到这里再变小，到这里最小，然后再慢慢增加。但是从这里到这里是反方向的、哦、譬如说我原来是我这边流，现在六个小时又从这边往这边流，好、哦，所以这样讲，你要去的时候，在这边玩是没有问题的、啊。譬如说你要做潜水，你从这一段从海边呢、啊、坐船到这个时间来，刚好到达这个最高点，或者到最低点，这个时间这个在潜了一小时，大概一小时可以，你可以潜水没有问题。可是到这个时间你不要潜水，这条流速很强，对你按下出来。从南屿进去基隆港出来，没有那么办，最好有这么方便的。基隆港出来，任意门，我也很乱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所以你要看潮汐，就是要知道这个时间、啊、你要知道这个时间、啊。那你回去对一对，看看这个时间是不是对，因为有的地方会地形影响，答案不一定是对的。好，你自己要去做。所以我的建议是说。再请那个胡建华老师再来，胡建华老师他约好了，约好，他专门做潮流的，他常常就他自己设计哦，设计那个流速计哦，他总会放下去，就让它飘，然后他的资料传到那个阿古斯卫星，法国的阿古斯卫星，然后他就边飘边传资料传上去，然后他就可以知道这个整个地方的流速是什么样子。那我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研究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等一下我给你看另外一张图，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，就是说你在这边是可以去做海上活动没有问题，在这个时间段就不要去，这个时间不要去，像这种时间流速会太强，不要去。再下一张。这高雄，这三月份也可以跨三月份的，再看下一张，然后这可以看这一张，这个是在定位了。如果是哦，这个就是这个是我从网络上抓下来的哈、哦，这个是满潮干潮这张图，黑色的线，红色是它那个流速，你看它这个地方流速是最大的，对吧？这一点对吧？嗯、到这一个点是流速是最小的、嗯，然后到这边方向相反，流速又开始增大，有没有？这是驻波型的，可是也有这种型的哦，它是高的是速流速最快，低的是流速在这里是流速也是最快。这条流速刚好相，刚好跟它刚好相反，所以我不晓得是地形的关系吗？是这个还是这个？因为这是前进波啊，那这是驻波、啊，是不一样的形态。那我问过台中港的人，他说我们的应该是这种。台中有一个港湾技术研究中心，他们说我们台中是这样子，啊，其他地方用我没有使用。台中是这样。台中对。有台区，我看到，所以它是这种型，大概是这样，没错，因为我没有做过研究，说我不敢给你很肯定的答案。你下一次来，你再问那个胡老师吧。胡老师高我两届，他62年毕业，我64年毕业。我们再看下一张，没有了。没有了啊，那啊我讲完了啊，我以为我后面还有，啊对不起，海面这会太快了，海面的
海面的潮流流速跟水下不一样，水下也不一样，不一样嘛，也不一样，水下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啊，潜水感觉得出来，对，水下不一样，上网去查一下，可以查到一些这方面的资料，这个是我上网去查的，因为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研究，不敢乱讲。老师，台湾有下面那一种的吗？因为我不知道，你下次问那个顾老师看看，说不定他可以解答。本人才疏学浅，还年纪也大了，是茫茫发苍苍的齿牙动摇，扯扯老语啊，实在是不多啊，老力不济啊。不是阿伯，你等会也打开，我后面的 Q&A 来问好的。各位伙伴哦，那因为我们今天老师在非常精彩的一个演讲，我们先用热烈掌声鼓。